ENSWARD，对，然后我们将在暑假的时候发行我们的 EP， 然后 EP 里面会有四首歌，四首歌都非常的好听，耶！然后因为本来是要在三月发，但是三月有事，所以我们要五月发。可是五月好像也有点衰，所以就不要五月发，所以就是七月发，就是希望大家在过暑假的时候可以买我们的歌回家听，这样。耶！然后我要讲一下刚刚那首歌，就是我有打草稿，就是想要跟大家讲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珍惜身边的人事物，然后就是我们当失去的时候，他们离开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很难过，然后觉得没有好好珍惜他们。然后就是现在你身边有你爱的人，然后你所珍惜的人，请你牵着他们的手，跟着我们一起玩耍，耶、yeah！然后接下来下一首歌也是抒情歌，叫做《别说实话》，送给大家。把手机给我。
我们是谁？